你要喝哪一个？你要喝哪一个？那然后再喝那个 whipped cream。你是黑的，哪个是黑的？这是黑的。为什么我的咖啡比人家少啊？差不多。把蛋糕送到奶奶家里啊？嗯。还是老奶奶家？ whipped cream。奶奶那里，小眼睛那里。whipped cream 好喝吗？妈妈。好了，cheesy。